境。有啊，都什么事？就是我不拍卖呀。Hello。开始。谁？你说啥？哎。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好久不见啦，有大概一个多月了哈。OK， warm up 一下。好，今天我们会唱，主为王啊，先寻求天主的国，注目看耶稣，主请来，其恩典开我的眼，主献上一切，永活全能的主，主牵我手。哦，还有圣母歌 ，OK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呢，主要就是为疫情祈祷哦。所以在中间的时候，我们会加一些祷文 ，OK。好，等一下我们warm up 一下先，等一下我们才开始唱歌 ，OK。祈祷好，那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祈祷，然后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赞美，好不好？OK， 好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亲爱的上主，我们再次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刻，让我们在今晚特别的献上我们的祈祷，献上我们的歌声，也特别为我们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的病情祈祷。最近这几天都是300人、400人、500人。亲爱的上主，求你降服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的政府领导充满智慧，能够让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一次的挑战。我们也特别为所有被隔离的家庭，特别是那些因为疫情而不能够回家跟孩子相聚，特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一些父母，孩子们都在马来西亚，从3月到现在都无法相聚在一起，也特别为那些过世的灵魂祈祷，也有一些人面临了亲朋戚友的离世而不能够回到家乡，能够与家人相聚。所以亲爱的上主，这个疫情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不方便，也让许多做生意的或者在工作的都面临的挑战。
所以亲爱的上主，我们在这里把我们这段时间奉献给你，能够借着我们的祈祷，借着我们的祷声歌声，再次得到天主的怜悯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那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唱传报佳音的脚步。我们都是耶稣的使徒，我们都要一起的去做这个福传，将我们的平安喜乐传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好吧？那我们一起来唱传报佳音者的脚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求天主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心，然后我们在生活中要寻求天主的意志。好，你们谁该寻求
啊，还有我的妈妈也在看，还有塞伦，还有德雷莎，你好，你好，还有 Cecilia， 哎，莉莉你好 ，Maria 好 ，Mary， 哎，大家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哈 ，OK， 好，我们继续的再唱另外一首歌，我们唱《注目看耶稣》，可能我们有一些歌呢，都一句就是每一次都会。重复的在唱啊，所以不懂大家会不会觉得厌倦啊，还是怎么样？但是我觉得有一些歌呢，就是特别有意思哦，所以我们都每次唱的时候都有很大的那个感触啊，很大的 feeling 哦，所以很踏爽。所以我们将我们所有的一切献给天主，然后我们注目看耶稣，然后我们跟耶稣祈祷啊。我们看注目，唱注目看耶稣啊！如果你们想要点歌的，你们就在那边留言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时间的话，再加上我们会唱的话，我们就会唱给大家听哦。好，我们唱注目看耶稣。注目看耶稣有吗？看耶稣，他们找一下歌词好不好？嗨，莉莉，晚上好啊！还有谁？因为比较远看不到啊。Rose， 你好，你好。
歌曲哈。这首歌曲呢是其实我想要写很久了，但是没有灵感，因为我是想要去表达我们的心灵哦，很渴慕天主的那一种，就是那个，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天主离我们很远这样子哈、哦，所以我今天呢，要带给大家这首歌《主请来》哦。那如果是要做祈祷的呢，可能你们可以闭上眼睛，然后就听我们唱这首歌，然后你们就在心里面做祈祷，求天主来到我们的这个时刻，求天主来到我们的心中哦。看不到吗？老花哦，我看不到哎。OK， 好。所以我看一下，这边有谁 ？OK， 好。上面热烈之后，玛利亚 ，OK， 等一下我会唱。请求玛利亚会唱 ，OK？ 啊，我的灵魂受了伤住。哦，这首哦，我来找看一下我的歌词在哪里。妹妹今天怎么没有进来呀、啊？她明天要考试，因为他们现在逢 five 逢这三个礼拜都在考试，所以她就跑去睡觉了哈，因为明天要很早起来。OK， 然后等一下我的养羊是吗？等一下我叫她出来一下 ，OK， 我叫她出来一下，好，好。你去叫弟弟一下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先唱这首《主请来》哦，这首我觉得还蛮不错一下哈。OK。
歌第一次唱。啊，新歌第一次唱，今天第一次唱的。OK， 要不要再唱多一次啊？妈妈。好，我们再唱多一次好不好？因为新的歌曲哈，我们再唱多一次来，给大家熟悉一下。喜欢的话呢，就 like 跟 share 哈，我们可以 share 去不同的群，然后我们做浮传啊。因为上一次呢，我发现到我们有 share 去很多不同的群哦，有一些非教友也是一起进来听，一起进来唱。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服传的工作 ，OK？ 我们再唱多一次啊，阿辉再学多一次那个他的词 ，OK？ 会太低吗 ？OK 啊，这是前天晚上写出来的。祈祷的时候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feel、哦、就是求天主来到我们的心中。有些时候真的我每次的祈祷、哦、就好像感觉不到天主啊、哦、所以希望这首歌呢，如果是大家在祈祷的时候能够就是播这首歌也不错一下的话，就是请耶稣来到我们的祈祷中，这样我们呢就能够很好的跟天主
沟通哦 ，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唱奇异恩典，还是我们唱献上一切，好不好？献上一切，啊，这是 AD 他有点哦，就是说唱献上一切，应该。没有年国乐哦，怎么我的现在今天没有年国乐要唱歌哦？那一天是很好笑的，他每次很喜欢年的，他说年的就很舒服很好睡是吗？是啊，然后呢，刚好那天早上他在准备breakfast 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哎，怎么你年的这么多国乐啊？哎，年的很好睡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先生啊，他很注重健康哦，很注重。这些东西，所以他全身都是穿保健的东西的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唱《献上一切》。《献上一切》这首歌呢，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就写了这首歌。那个时候我是在侍奉嘛，在教堂做工的时候，很多东西在手上很忙啊，所以有些时候要顾家庭，要顾做工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圣堂，所以要求一个 balance life 哦。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写上了这首歌，所以在我朋友鼓励下就去参加比赛啦。那有很多人说，哎，这首歌听得很舒服，然后很感动。谢谢大家哈，谢谢大家，感谢赞美天主。好，让我们来唱献上一起啊。
下这个去按来 ，OK， 好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唱一些比较快的歌曲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看一下我写的歌词。OK， 让我们来唱《主牵我手》，好不好？我们唱《主牵我手》，我们把我们明天交给主，我们祈求主来牵我们的手。好，主牵我手啊，第几面呢？我们现在 post 的这个 link 就是这个啊，就是我们去参加比赛那个 link， 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就是按进去然后听，如果 OK 就是 like and share， 在 YouTube like and share。 哎，我找不到嘞。110 115 115，我们这里可以开这边在唱啊，在哪里会粉丝我很热哦，你要开开风扇一下，我不然不可以。110 115，好，我们这首歌呢，我们就唱快了啊，好不好？
九点四个字了哈。两个字。两个字啊。啊，接下来让我们来唱，什么歌嘞？奇异恩典。啊，奇异恩典啊。好，奇异恩典。奇异恩典。好，这本书第一二十七页，一二十七。哎，我的歌书在哪？在哪？嗯，这个。嗯。好，我们来唱奇异恩典哈。蒙求天主来进入我们的生命。所以有一些圣堂是满的，有一些圣堂还有很多空位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要被这个 MCO 这一段时间哦，然后就慢慢远离了天主，然后也没有去参加弥撒了。我们参加弥撒主要是要领圣体 ，OK？ 所以我们要借着这个机会呢，要去参加弥撒，然后呢，把心回归天主，好 ，OK。接下来让我们来唱圣母歌好不好？因为十月份是圣母月，是玫瑰月，然后我们来唱圣母歌。第一首圣母歌我们唱路德圣母。啊，等一下。啊？要唱歌什么？唱没了那之后 ，OK OK， 好，等一下我们会唱来。
第一首我们先唱路德圣母歌。生活中 ，OK， 我们要训练自己，每天都要念玫瑰经，尤其是为炼狱的灵魂祈祷，哦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，OK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唱多一首圣母歌。刚才是什么 ？Rose 点的是赞美来自后玛利亚。唱这首。请求玛利亚，等一下有。请求玛利亚，等一下我们最后一首可以唱。OK， 阿梅姐姐。阿梅姐姐啊 ，OK。唱完这首我们就唱请求玛利亚哈。有没有？请求玛利亚有歌词吗？我找不到。找不到啊，有谁有请求玛利亚帮我们先去找哦？玛利亚之歌应该会背了哈、哦。OK， 玛利亚之歌。现在我们唱玛利亚之歌这一首，我们也没有歌词，应该大家都会背啊。应该有听过。唱 C key 就好了。敢去啊！
杀掉了。OK， 好，那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唱《请求玛利亚》。OK， 请求玛利亚。OK， 好，请求玛利亚。唱多两首嘛。哎，那首那个藏舞颂，那个藏族曲，藏族曲不知道去哪里了。OK。我们唱《请求玛利亚》，等下有时间我们再唱歌一首吧。说《请求玛利亚》有没有歌词啊？没有诶。《请求玛利亚》有诶，上次有。哦，有。啊。有，我有。下次啊。好啊，可以啊。Thank you.
这里，好不好？唱歌没有声音了哈，我要再训练训练一下。希望有机会的话，我们继续再为大家唱 ，OK？ 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念一条圣母经，好不好？念一条圣母经，来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万福玛利亚，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我们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。阿门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阿门。祝大家平安，祝大家生活顺利。还有祝大家，家庭生活幸福美满。OK， 晚安，拜拜。拜拜。希望有机会哦，我们再见面。